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系心言，我叫 Larry， 我叫做 Wendy。我哋呢一首嘅参赛作品系叫做《逆境中敬拜》，呢首歌系喺疫情嘅期间受感动而写嘅。内容对于基督徒嚟讲，就系当我哋喺逆境嘅时候，都要学习仍然要信靠神，持守信念，深信喺逆境中仍然敬拜，更加会体会到神嘅爱同埋佢嘅心意。而对于未信主嘅朋友嚟讲，系想表达一个信息，就系每个信徒唔系信咗主之后就一帆风顺得到免疫，而系我哋深信神系掌管明天，佢会拖带我哋走过每一个艰难嘅时刻，藉住佢嘅恩典，佢一定会拯救到底。而呢一首歌 MV 嘅特色就系用咗好多唔同内容嘅相片去配合歌词嘅内容，虽然用嘅只系硬照，但我相信更加可以令大家集中听到歌嘅信息。而到最后两次副歌就加入了真人剪影的画面，务求加强逆境中敬拜和赞美的表达。多谢大家。